果就是说别人把你惹得特别的冒火，你开口会那个就是骂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妈妈鞋。你呢？哦，你好啊，我很正常，就每个人的开口，他说你妈奶皮，然后你呢？好尴尬啊，操你妈！很正常，草泥马是吧？哦，就是，我现在心里面有10000匹草泥马想对你诉说，知道吧？嗯。然后这个妹子说开口就是你妈奶皮，然后这个说草泥马啊，草泥马奶皮就是。然后那个突然一般有卧槽这种类型的词说过吗？有啊。然后今天我就是那个极度，我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啊，一个主播。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一个特别憎恨的人，你连续骂我10遍卧槽。卧槽。连续。卧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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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连续，要连贯起来10遍啊，3，要连，不像这样不能断啊，要连贯，来3、2、1开始。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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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。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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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厉害了，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啊。你的那个什么是重庆话，至少过了6级水平，很棒。来，我们做人一定要什么，一定要坚强，连说10遍坚强，来3、2、1，我们做人一定要开始。来，没事没事啊，用处会不会啊，没有，我们在做节目，互动一下啊，互动一下，我们一定要坚强，你说10遍啊，我们一定要坚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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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了几遍了？不是，你说的是强奸还是坚强啊？强奸。你过分了，这是我让你说坚强，不让是让你说强奸，你这一定要干啥啊？这一天天的我也是醉了，真的是，是是，你也是一骂人就说操我操我操我谁，这是的，你男朋友，你让人家男朋友情何以堪？这小伙儿这挺幽默的，是吧？嗯，有点挺幽默的。小伙儿今年多大？18。你呢，妹子？我17。17是吧？嗯，就是你们两个恋爱多久了？啊，好尴尬呀，说起来。没有，要谈恋爱嘛，这很正常。2天。两天？两天，对。两天我也可以。你说，就是两天就这样牵手啊？啊，真会玩儿，真会玩儿啊！不是，他是怎么那个啥，怎么就那个就把你征服了，怎么样？用颜值征服了我。用颜值？哦天哪！我跟你讲，我是个同性恋，我对女孩一点不感兴趣，我对你有兴趣。我是女生。啊？我是同性恋。你是女生？啊。我想约你，你是女的呀？没看出来，不是，同样都是女孩，为什么就是说，你的特征，怎么那么不明显呢？我是 T， 我知道你是 T， 我是 gay， 我好小，来握个手，哎呀，不要在这细节，我的个乖乖啊！宝宝今天现在在上大学吗？我在上高中。高中高几了？高二。高二，你们两个是同班同学吗？不是。你现在的工作了？我还没有找到工作。还没有找到工作，就是你们两个就前天是怎么认识的呢？朋友认识的。介绍认识的？没有，一起玩。对，一起玩的。一起玩就他妈就约上了。讨厌，他就是靠颜值就约上你了吗？对。就从你那个小舌头，我就能看得出来，应该不是从颜值上征服他的。你那个小舌头也是没谁了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出来你应该是用的你的小舌头征服他的吧？啊，厉害了，哥！是，哎呀，过分了！哎呀，你这是虐狗了！哎呦，我也想来一口。哎呀，好讨厌！我能跟人家来一口吗？不可以。我现在，我跟你讲，我被我男朋友抛弃了，我现在心里面特别的难受，特别的扎心，你知道吗？能给我安慰一下吗？安慰我一下，不可以，就一下下，好吧，就一下，过分了，你当众秀恩爱，我跟你讲，这样不干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也喜欢你，你们两个我都喜欢，你说这事儿咋办？啊？我喜欢你们两个。嗯。啊，然后那个，你希望你的男朋友就是说，希望经济条件这些希望好点吗？就至少开房的钱总得有吧？我觉得这些都没问题啊，没钱也喜欢。没钱就是。
那不是环境比较恶劣吗？可以说重庆话不要？可以啊。啊，你刚刚问啥子啊？野外啊。野外啊，那不行，野战这不太合适吧？对、啊。是这两天天气那么热，蚊子又多，这。不是，如果是我的话就没有机会了，因为是我颜值首先不够，是这样。但是我特别，我知道经济我很强大，我很有钱，我是一个知名的经纪人，也是一个知名的有个网络传媒人，我就是专业做一些节目。就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也不算是色情，这个算是什么？是一个两性话题，一个成人话题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说的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并不反对同性恋，也不会去排斥他们。其实每一个人的爱好不一样，我觉得就是说男性，不对。